都说海边这个密洞里面会有惊喜，咱们今天也探索一下，到底能瞅个啥？这不全是海里的壳吗？哦，前边啥？我的个妈嘞！什么玩意儿？咱们快跑！我的妈嘞！这他妈吓人呢！伙伴们啊，发现海银蟾的洞啊，老人们常说啊，金蟾到，好运到啊，它的寓意非常的好啊。祝愿减量爱心的你啊，心想事成，财源滚滚啊！喜欢海边生活捡海鲜的，记得加个关注。当中冬天的时候最容易找到，也多，藏得深也跑得快，挖它动作要快，姿势不一定要帅啊！如果你此刻看这个视频连接的是 WiFi 的情况下，麻烦留下个双击啊，好长哦，哈哈哈！加关注带你赶紧直播，哇，撒尿了！虽然你隐藏的有点深呢，但是你两个鼻子暴露了你啊！我一铁锹子把你挖出来，看看到底是啥鱼啊！我的个妈嘞，是一条黄盘的鱼啊！这种鱼肉非常好吃啊！喜欢赶海的老铁，给我点亮一个小红心啊！加个 Hello 朋友们，海兔想必大家都见过，但是这只会发光、会变色的海兔，我估计你们是第一次见。如果你是第一次见，手机还有电的情况下啊，留下你的小星星，加关注。